个也我们的双亲史，我们有再去查询了，目前这是到今年为止是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哈。但也刚好都是在外区哈，在我们的靠近海边的地方哦。第一个可能也是因为天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哦，那也刚好最近的地震比较多，那也刚好这两天的风也比较大，那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造成了损坏。其实在我们今年的就有一个针对我们海上古道以及到月洞的这个几个景点哦，那我们都有做一个重新的规划，那也希望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景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在地的元素，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因为刚好这一次这样子损坏的关系，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在地艺术家，我们来讨论，来凝聚，来共识，看看怎么样能够是可以做成我们枫丁乡一个在地文化元素的一个艺术装置。